小白呢？音乐治疗达到新的成就。对，达到新的成就指的什么？这个是我终极目标，最希望的。对，我之前收到过我的粉丝写的信，他考研两年都失败了，本来打算放弃，已经开始准备要工作的。然后在我第一张专辑发出来之后，我有首歌叫做《燃》，副歌是再一次远航。他说听到这首歌当时就大哭，然后准备为第二年的考研再继续奋战一年，最后一年。然后后面也收到了回信，他考上了。就我觉得我做音乐至少可能不是那么多人感受到，但至少有人感受到了，影响到一个人。对，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可能这世界上有 N 多这样的人受到你的音乐的影响。我希望我带来的影响永远会是我所认为的正向的吧，能够帮助到他们，是我最期望的。小白，我感觉我今天来做这个节目，好像又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你。就刚才说的这些，你之前是从来没有跟我们分享过是吧？嗯。